是这样子打的话，国王队就很难防啊，因为汤马士一定必须要对出来啊。汤马士也回一颗，只要你进，我回头就会进。对，这两个人的这两个常人的对决真的很好看啊。现在场上新北国王有李凯燕、杨敬敏，汤马士简佑哲搭配张文平。不妨选择杨将是赛瑟夫。现在张东便直接盯防李凯燕，唐马是弧顶尝试一个三分，自己也庆祝一下。第四节的国王太准了。